家好，我们是第二个表演团体，我们团体名称是边缘地带。然后我的伴奏手刚刚很临时的换了一个。第一首歌呢是郭靖的，然后这首歌已经也不算新的了。然后是等下一个天亮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喜欢我飞舞的头发，和飘着雨还是走。